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，哎呦，一起来，黄渤杰，黄渤杰，扎实的演员功力有目共睹，角色性格转折与爆发力的展现，成功带领观众深陷剧情氛围，情绪转折精准而不俗，亲情诠释令人动容，展现演员惊人的成长。15年前，哎，我在台北电影节拿了最佳新人，现在我34岁了，我终于拿到了，谢谢导演，这个奖是我跟你一起的，那谢谢你信任我，然后你给我很大的空间，很大的支持，谢谢你，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奖。然后我想要谢谢耀华姐，我每次演的电影都害你赔钱，但我这次拿到奖了。我想要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经纪公司，张学我得奖了，谢谢大家。本日高手陆小芬，小芬姐阔别大荧幕多年后的回归，陆小芬以岁月的淬炼恰如其分地呈现一名台湾妈妈的良善与憨直。真的很感谢，谢谢今天的评审委员给予本日公休的肯定，谢谢长官，我是很开心啊，不是很伤心。20年没有拍戏，能够看着本日公休，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拿这个奖，我真的很感恩。20年来，我每天都以一个新人，每天都很认真的在检讨我自己，反省我自己，也很认真的在学习，所以今天得这个奖，对我来讲就是最佳的新人奖。Bye.